体动员，围绕台北地检署排排站待命，大门口还架起了两层围栏。毕竟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第二次的羁押庭，就怕引爆冲突，警方严阵以待。连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希和都亲自督军来到北检周边巡视，北市使出人海战术，大阵仗戒备，总共出动四个分局，包含中正一、大同、松山和北投，一共400名警力，避免意外。因为支持者申请集结路权通过，附近一带同样得加强维安管制。爱国西路还有博爱路交叉口的这个入口处，现在呢，如果你假设行人你要来通过这个入口的话呢，一定要出示证件，人车都得视情况弹性管制，包。含北检所位在的博爱路、爱国西路、重庆南路、贵阳街一带都派有警力驻守，尤其是在管制两条路的交叉口，还有爱国西路上靠近小南门捷运站的集结处，都是警方的部署重点。假设有民众在场，有拿那个标语来叫嚣，那我们会依照警察职权行使法把它驱离到适当的地方，为了另外也是为了防止不同意见的民众会发生冲突。即便整个白天过去，集结人数还不如预期多，警方还打算放宽管制，改用肉眼辨别身份，法庭内外全力戒备，要防止冲突发生。华视新闻周冠宇、甘美欣台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